喂，喂，是我。有事吗？你现在有事吗？咱，你出来吧，出来咱聊聊。聊什么？聊，随便聊呗。你喝酒了吧？没有，喝了一点，不多，真的。你在哪儿呢？在外头。 就在回家的路上，今儿天挺凉快的，出来吧，啊，咱聊聊。你早点回家，早点休息吧，我先挂了啊。你别挂，我想跟你说点事儿，是正事儿。你说吧。你明天有空吗？咱们能不能再去一次电视台，做一次节目？真的？不是为我。 看着小丁老师的面子，行吗？你让我想想吧。哎呀，来了，你们都慢点啊！ 帮我拿登记，啊，对对对，身份证来。哎，让我想想。喂，夏老师，在干嘛呢？我没干嘛，你上车了？在厕所，应该快了。路上小心一点啊。知道了。没什么事，就是突然想你，给你打个电话。你等着我。我等你。 放捐款的那张，啊、见了吗？银行卡不见了。啊，你带了没有啊？我带了，我出门的时候我还检查了，肯定带了。不是，丢了。你确定你是不是落家里了？到底？不可能。我出门我还特地检查了，我肯定带了，不可能。哎，你别着急，等等等等，你再想想是不是装身上了？ 没有啊！哎，你那个包离开过你自己的手吗？没有。你刚才在车上的时候你在想想，也许掉车上了。不可能，我没打开过。啊，不对，刚才我记得你在门口打电话的时候没有背包。我背了，我那时候就交身份证，我让小廖。小廖呢？哎，对，小廖呢？他上洗手间了。 不可能，有上厕所上那么长时间的吗？啊，我就说嘛，那天他还讲，说如果弄不到钱，他就和女朋友。动机？什么叫动机？这就叫动机啊！什么别说了，赶快打电话报警吧。不可能，夏老师，小亮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老爷，这个时候不是你当老好人的时候，听我的，打电话报警，还得打个电话通知咱们那个物业小区，别让他卷铺盖跑了啊！不能打，老爷说的对。 小廖，他的为人咱们又不是不知道。嗯，蔡阿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钱面钱，谁敢打保票啊？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我就知道。
小廖啊，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情。蔡阿姨，什么都不说了，听我的，我现在就给咱小七那个打电话，不能打。夏老师。怎么了，小廖？啊，你上厕所怎么上那么长时间啊？我洗完手刚一转身，我就听见那个墙上吧，噗，有个东西吹热风，还把我吓了一跳。我把手吹干了才过来的。我也上厕所。哎，叶老师，那个厕所装修太豪华了，我们家住的都没这么好。小丁老师，我们准备好了，请大家进来吧。好好好，你们先进去，我叫老夏。哎，请老夏，快点儿。你刚才怎么那么笃定啊？没别的，就是感觉。如果一个人连自个儿的感觉都不信了，那活着还有什么劲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不如跳舞》。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这个舞台上，您看不到绚烂的舞艺，也看不到动人的舞姿，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很多感人的幕后故事。没错，今天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也是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那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人翁丁歌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来，掌声欢迎。大家来到《不如跳舞》节目现场，请坐。好，今天节目呢一开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氛围就很奇怪。哎，而且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对不对？对，首先要介绍一下的是五号叶先生和于小姐，欢迎两位。好，还有我们的小廖和阿姨，你好。还要欢迎我们的夏氏夫妇，欢迎两位。欢迎我们的周先生和杜小姐，欢迎你们。这台上呢还有一张陌生的面孔，要我们来隆重介绍一下了。哎，那就是他们的舞蹈老师，一位非常非常动人的女子，丁歌老师，欢迎你。欢迎丁老师。丁老师坐在我身旁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像一朵兰花一样，特别特别的优雅。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之前呢，大家也看见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有捐款，还有短信。那我们也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一声，我们找到了那位捐款20,000元的神秘嘉宾。那他呢，正好也是您的学生，叫有缘人。你知道这位人吗？知道。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想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什么吗？主要是想来感谢大家，谢谢。这么长久以来呢，因为这个捐款呢，我们电视台呢也被这个大家的热心所感动。不知道丁老师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话要说？
我想对大家说，我的学生捐来的20000块钱，还有你们所有好心人的捐款，我都已经收到了，都在这张卡里。但是谢谢大家的好意，这个钱我不能收，我今天到电视台来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台帮我转交。转交？就作为市里困难学生的助学金。对于丁哥老师的这个举动，我觉得大家都会很感动。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笔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捐给你，然后请你带着你的舞伴，就是你的男朋友罗鹏先生去整容的一笔费用啊。谢谢大家，但是这件事情目前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能力已经可以解决了，所以谢谢大家的好意，谢谢。但是丁哥老师，你这么做我们觉得很意外，因为我今天本来以为你是来上我们的节目要说些别的，没想到突然出现了捐款，我们还真没什么准备。嗯，不用准备。你看丁老师的这个举动啊，让大家都很感动。那我想问一下丁老师，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要把这笔钱捐给家庭困难的孩子们呢？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虽然我也知道我不一定能够做得到。那在这里我们同时也希望所有的梦想都能够照进现实。但是言归正传啊，丁老师，今天您和您的学生们都来了，该来的嘉宾也都到现场了，可是唯独有一个人没有来，对不对？对，这个人一直都是我们最关注的，一直以来大家讨论的也最多的。听说罗鹏先生已经找到了，是吗？是。可是罗鹏先生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演播厅，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包括我们整个栏目组，都一直在期待他。对，我特想问你，为什么罗鹏先生一直都那么神秘呢？对呀，他没有什么神秘的，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不让他来参加节目，只是不希望他的生活受到打扰。那丁老师，你和你的学生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罗鹏他是怎么想的呢？他不知道，他现在不知道。他不知道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了。是。据我们了解，网上有一种说法，而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大，很多网友他们在怀疑罗鹏这个人的真实性，甚至有人会说，怀疑你们想借着这个节目来炒作。当然我们不能去指责网友他们这么说法，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这是个开放的社会，所以任何的说法都是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理解广大的观众和网友他们这种态度。对呀，但是作为我们电视台来说，因为这个消息是由我们这个节目组告诉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承担了很多的压力。今天就是想问一下各位，对这件事你们有什么看法？我们想知道你们的想法，至少对于这件事你们得给我们一个态度。对呀，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要说了，罗鹏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呢？如果是真的有罗鹏这个人，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现身？这事儿我想说两句。现在只要有一件什么事一出现的话，马上就有人怀疑。我觉得这首先是我们的心理出了问题。一个人你自己不能以真诚待人，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所以你就会，我宣布他完了，怀疑别人的。这五号的支持率啊，肯定完了。一个舞蹈演员，一个在赛场上那么骄傲的一个舞者，为了博取大家的同情就站出来，让大家参观验明正身，我觉得这件事是不是有点残酷？是不是同情是有条件的，善良也需要付出代价。只要大家需要，这个人就必须把自己的自尊心牺牲出来，否则就认为是骗局。我觉得天底下没有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不成立，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没有必要把它牵扯进来。刚才听了两位的讲话，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在场的各位，你们可以各抒己见，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对，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啊，哎，我们的，请拿话筒。话筒啊，不好意思，有点紧张。这是我们集体的想法，一致的想法。其实呢，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我们当初就是为了快乐才来跳这个舞的。哎，真的，当我们跳这个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特别的快乐。虽然我们当中呢有一些是失败的人，不是那么成功的人。对，有的都被生活给碰得头破血流。但是我们在想，我们跳舞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一种快乐。如果我们这种快乐让别人也看到了，人家也享受到了我们这种快乐，那我们当然是更高兴。如果有更多的人加入了，那这种快乐就更有意义了，仅此而已。我觉得除了快乐，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不要那个舍本逐末，买椟还珠。要把一件快乐享受的事儿弄得它不快乐了，那这件事就没什么意义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我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应该少一点怀疑，少一点隔阂，多一点信任。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想说明罗鹏这个人真的是存在的。对，我还想说两句。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不知道是哪一个这个学问家写的，说你要吃一个鸡蛋，你没有必要要知道这个鸡是哪个鸡下的这个蛋，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个鸡是哪儿来的。所以当初我们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不想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哈，我们的成绩应该归功于丁哥老师。对。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哈，事先丁哥老师是这么低调，这么不愿意接受采访。说起来我们都是小人物，出门怕光，上街怕晕，请多包涵。老夏，我接着说。但是我们今天来了，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廊桥水岸的故事是真实的，丁哥老师和罗鹏的故事也是真实的。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现在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说这个仅代表我个人，我可以把我的名字、电话还有工作单位留给大家。万一哪天你们要是发现我们是在说瞎话，你们可以去找我算账，大嘴巴抽我都行。我用人格担保，这是真的。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我们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 ，OK？ 对。我比赛的这个数字是五号，那我叫叶之良，我在市职业学院任教师。中级职称，我叫夏公达，在市电力公司路灯管理所工作，干部（括弧副科级）。我叫戚淑云，在市公交公司工作。我叫周永胜，是沪邦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我叫杜小兰。是市干休所文体中心的管理员。我叫蔡月珍，是以前酱菜厂的退休工人。我叫廖守富，老家沂蒙山的，是廊桥水岸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我叫于雅琴，是一个图书管理员。我叫王璐婵，虽然这一次我暂时没有参加比赛，但我同样是丁哥老师的学生，我在珠江路开服装店的。我叫丁哥，我是一名舞蹈演员。我觉得刚才听到他们各自介绍自己的职业，我很感动，因为虽然他们都来自不同的行业，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颗非常乐观的心，对不对？
那为此我们要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找我？你好。你好。今天是星期六，不用接孩子吧？不接。有时间吗？如果不急的话，我想跟你聊聊。你的皮肤保养得挺好的，你比我小吧？我是属猴的，你呢？在图书馆工作挺清闲的吧？嗯。今天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说，你和叶之良，你们俩。我们已经分手了。分手了？为什么？不为什么。哦，是不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不是我们俩的事儿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找你也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跟你聊聊，像朋友一样聊聊天儿。当然，我这样很冒昧，你看可以吗？当然可以。这段时间，叶之良挺消沉的。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像你们俩这么默契的舞伴儿，如果说就这么分开不跳了，我真的觉得很惋惜。我们俩分开，如果影响了你的节目，请你原谅。你说哪儿了？我找你来不是为了节目的事儿，跟节目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俩从现在开始不跳了，我只是表示遗憾。我来就是想跟你说，我要谢谢你。是你们俩救了我的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的忙，当然有叶之良的功劳，但尤其是你。这么多年来，忙忙碌碌的，昏天黑地的，见的人也不算少了。如果说让我佩服谁，可以说没有，但是非要说的话，我佩服的人，唯独就是你。我时常在想，如果我换了你，我会不会和我的男朋友一起去帮他前妻的忙，还在大庭广众面前抛头露面？这本来就是你不愿做的事情，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真的，换了我，我不可能做到，我绝对不会去做的。所以说，我要谢谢你。你太客气了。不是我客气，是你让我非常的感动。能这么做的
只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人天生就是好心眼儿，善良到骨子里去了，才有这么宽怀的胸怀和勇气。第二，就是委曲求全，因为他太爱这个男人了，愿意为这个男人做一切的事情。第三，就是炫耀，炫耀他的实力，炫耀这个男的是他的了，炫耀他的战利品。但是这一点，你绝不是，因为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记得是在电视台，我见你第一眼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你的眼睛是柔的，是向下的。你知道那一刻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当时心里啪嗒软了一下，我想叶之良这回又走晕了。我佩服你，也谢谢你，是真心的。你别这么说，我当不起，真的。我来就是要跟你说，叶之良他爱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其实我心里什么都知道的，真的，我真的知道你们应该在一起。你怎么会这么说呢？你以为我在和你争吗？不，本来你们是应该在一起的，因为他心里放不下你们。你见过破了的镜子能复原吗？不可能的。我跟他就是这样，内疚也好，怜惜也罢，这些都有，但是那个唯独那个我们都知道，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俩的缘分已尽了。你知道我们离婚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吗？是个大冬天，我们俩站在大风地里，我问他，你是不是特别恨我？他说，是你跟别人在一起了，是你让我太自卑了，人一自卑，日子就没法过了。我问他，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在一起？是因为你不跟我在一起了，总往外跑，和你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他跟我说，我为什么往外跑，总归是你越来越让我自卑。你说这人挺脆弱的，脆弱到说这种车轱辘话。你要说我现在心里一点不痛的话，那我是骗你。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也许我们当初就不应该结婚，就应该做朋友，不应该做夫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俩太像了，从本质上就太像了。好强，爱面子，太自尊了，容不得一点的背叛，所以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即使在一起，那也是形式上。就好像有一只死耗子被埋在了树下，即使那树开花了，也看见了花，嘴上不说，但心里还在想，那树下还埋了一只死耗子。也许是你自己心里这样想吧。他也是如此，我了解他。他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从他的眼神，在他面前提起你的反应，
我知道，他爱你，你也爱他，对吗？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也不是为什么。如果这辈子要说我欠谁的，也可以说我欠他的。所以我希望他好，希望他幸福。我们俩走到今天是没有办法了，但是我希望你珍惜，我也祝福你，我希望你幸福。干嘛去了？扔垃圾去了。回来了，还没睡呢。你饿不饿？我给你煮碗面去吧。不用，今天不饿。哎呀，困死我了，赶紧睡吧。你买的？这么好的衣服，你买它干什么呀？我有办法。我知道你有办法，你那是行头跟别人借的吧？那你买这个衬衣，想让你知道，外边可以穿别人的，但是里边要穿自己的，不能让别人说你寒碜。
老婆，谢谢。谢谢，谢谢何主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予我们的热情鼓励，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在今天晚上的比赛上跳出风采，过关斩将，否则不足以回报江东父老。好，好，好，拿区里冠军算什么？这一次，我们要在丁老师的领导下，在电视上，在全市人民的关注之下。拿全市的冠军为小区争光！喂，你刚才打我电话呀？你在哪儿啊？今天怎么没过来？那什么，于姐去了吗？怎么了？我刚刚给于姐打电话了。他说他在送孩子的路上，今天不过来了。你们这又是怎么了？老叶，你们是不是用到什么别扭了？我得提醒你，今天晚上这事儿可是个大事儿，你们不能这样，千万别误了事儿。今晚的比赛吗？不是大人的事儿，你小孩那么操心干嘛？快叫他来！叶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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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没人？是不是先走了？有可能。叶老师，叶老师，可能先走了，咱去看于姐吧。走吧。你怎么还坐这儿啊？让你写作业，你没听见啊？爸，你不是今晚四分之一的晋级赛吗？哎呦喂，我让你写作业，你赶紧写作业去，快去，快去，快去，去去去，大人的事儿甭管。
话，这洗个碗洗完了，我去给他洗澡。那忙，你让你爸做。你在家啊？你还去吗？耶！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简单快乐不如跳舞。好，那比赛是越来越激烈了，首先把今天参加我们决赛的选手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他们闪亮登场。经过一路的过关斩将，今天站在我们舞台上的全部都是我们这次比赛的佼佼者。你发现没有，每一组选手在现场都有很多的粉丝和啦啦团。没错，那说明他们的表现很精彩，而且人气又很旺，对不对？那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你们保持一下肃静。这个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大家可以看到在舞台上五号选手并没有出现，我相信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对，然后我觉得五号选手一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说第一次他们的表现有一些小小的意外，但是呢却意外地获得了人气王，受到了大家非常非常的喜爱。这个节目由于是直播，所以我们现场导演正在和他们联系，如果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到达这里的话，我们将非常遗憾取消他们的比赛资格。